人工岛今日林牧师所在跟咱分享的题目是吊车尾的部分。
啊，迄、那个是亲像，变较亲像迄个伊利亚迄个时代。警察一项就是直升机是无得震动，是吊伫啊，啊所以吊车尾是用用尖尖的。总是伊利亚的吊车尾是得震动的，迄、那个火车火马吼对顶面落来，啊，迄毋知偌紧。啊，虽然有较慢落来，总是那伊利亚要靠伊家己的气力要跳起来吼。我知影讲伊利亚无迄个才调。圣经讲啊呐，讲上帝派火，不派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光烈风来解杀去。那就是讲一支大旗手，啊对上帝啊来，啊将伊利亚解杀，啊杀起哩滴。火车的顶面，所以伊得到坐伫哩伫迄个火车的顶面。你若坐起哩吼，不管你是对头啊，照迄个号码，啊你电座，还是你裤差不多都要变着，啊去吊车尾，你若会当上去哩伫个车顶吼，你拢同款，拢平平得到迄个车顶的福气，总是。人生哦，趣味的所在就是吊车尾的趣味，就是讲你有当时啊，感觉讲我都险险啊，未当得着，我会当得着，还是讲我都本无迄个资格，啊，毋过上帝予我有迄个资格，通予我上去哩伫迄个车底，啊，遐拢是平平同款，是上帝予咱的。我即摆得到迄个英语的神学博士，我迄个时阵感触到一项，就是讲，我有一个媳妇，伊是真头脑真好，真好读册，28岁，伫迄个美国斯坦福得到博士，伊是28岁哦，真正规，真聪明，啊我呢，82。啊！你甲听起来，敢是伊是正规啊？我是吊车尾。我若假使无即摆去得到即个荣光哦，毋知我一世人有即款的迄个机会甲福气，我是不是无啦？所以我甲我的媳妇甲听起来讲，我的媳妇嘛是上帝稳定甲福气，互伊会当得到荣光，得到正规的博士。啊，我呢？我这是不一定应该，还是讲欠欠啊都无的。上帝给我特别的恩典，我也得到博士。你28岁吼，啊，甲82岁看差偌济。啊，所以28岁是正规的、平常的，82岁这是真正是吊车尾。伊利亚，咱国家想到顶。伊利亚是甲伊利沙做伙，伊利沙在甲伊利亚求讲：先生啊，伊利亚，你吼上帝予你有遐尼大个观念甲福气，毋忙会当加倍好。伊利亚甲伊讲讲：我若上帝伫要甲我接去个时阵，你若有看到，你就会得着；你若无看到，你就无。啊！在讲的时阵哦，火车把火马都落来了，啊，将迄个伊利亚甲伊利沙甲隔开。伊利沙拄啊紧紧看讲，哎，啊伊利亚叫叫地方甲伊杀去，喏、哦，迄本来吼、哦，古早哪得迄个火车，还是讲马啊甲车，拢是咧表示讲是得战争。就是有上帝有迄个一个国的军兵，军兵才有迄个车也后迄个马。啊，就是这是特别上帝，在乎伊利亚一世人，在替上帝，还是讲甲上帝杀甲的甲这世界在对敌求赎的战争。啊，乎伊利沙去看到讲。
伊利亚一世人背后上帝迄个军兵军，上帝军兵的队，头一摆看到讲啊，伊利亚上帝军兵的来拥护的来抓，迄个时阵伊利亚我阮爸啊，阮爸啊，啊太安尼啊！啊，伊利亚就安尼无搁看，啊伊利亚那是要去你上帝遐吼，毋免搁穿外衫啦，外衫煞较重嘞，煞加落伫涂骹，伊利亚去捡伊个迄个外套，啊伊将迄个外套，伊将伊家己个衫甲拆哩。啊，将迄个伊利亚的外套甲摕起来，做伊家己的，做一个伊利亚的传说。伊利亚的生涯吼，咱若详细落去读迄个列王上帝上卷，列王记的上卷，咱就会当知影讲伊利亚所拄到的这些上帝的问题。伊利亚本来吼，毋是勇敢的人。伊利亚吃无胆，啊！伊利亚啊，无一定会晓做代志，都是上帝稳定一步一步来引带。伊利亚时代王是叫做阿哈，啊！伊的王号是一个足非常歹的王号，是对外国来的，啊！伊的名叫做亚先别，亚先别。就是在介绍迄个巴勒新民，叫做巴勒，要带伊做伊个嫁妆450个巴勒个神子队过来。啊，来到地就在讲以色列当地来拜拜巴勒。伊俩感觉讲伊家己一个在要对付450个迄个神子，迄个巴勒个神子，伊感觉无力。都是上帝甲伊相甲滴，伊里阿，你上起头，预言讲以色列全地特别无水，特别空旱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伊里阿也无钱，也无牛，迄个牛村，迄个七村，上帝甲伊讲，你去杀一块。遐有一个官府，你去予伊饲，爱去杀灭法，啊去予迄个一个官府甲伊饲，哦，讲剩一丝仔米粉，啊一丝仔油，特别特别泡茶，啊来烘烘的，特别伊家己囝落去食。伊遐上帝甲伊讲，你去予伊饲。伊遐去的时阵，感觉讲一可能，都是。迄、那个寡妇哦，上帝解手术，互伊讲，伊的迄个米粉用袂了，迄油也用袂了，啊，互伊两个大阿囝甲伊里阿做伙食，食到迄个空闲过去，伊里阿也无钱，也无势，也无财产，伊是去挖迄个寡妇，亲像安尼，伊是一个足足小的一个。伊后来甲这个把那个神帝450个大到达的时阵，大的我那是讲叫做比赛，450个把那个神帝哦，大跳大跳啊，大花大做各项因素做会到，对早起时到中昼拢无效。伊也甲伊讲，你都爱搁较激烈个啦。刚才恁个爸咧个心灵哦，伫路里底困，还是讲伊去倒位啊，无听到恁个，啊，伊就开始，毋若干呐在喊个啦，开始用挂，啊，真侪啊身体老个，到尾啊嘛，拢无效。搁过着着伊里啊，伊里啊祈祷上帝，搁上帝啊，你都听。我的祈祷，你和以色列的百姓知影讲，你才是真正是上帝。你叫人去舀试探的水，啊，将迄个祭司
啊，甲茶，啊，甲地骹石头，该倒水，啊，有迄、迄个流水的所在。四桶无够，搁四桶，搁去捡四桶来，搁家倒。我八桶无够，搁去摕四桶，拢总十二桶，表示讲十二个以色列的钱。啊，将遐祭司拢解，啊，互伊澹澹澹，啊，佫有周围有水，伊也祈祷，上帝听伊祈祷，对顶面降火来烧遐祭司，啊，佫有哪里祭米，佫茶，佫烧，啊，含一寡土，啊，含遐水拢烧甲大大去，伊说个百姓都在看，耶和华伊是上。迄个时阵，才知影讲上帝甲伊利亚撒甲伊，上帝即个伊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上帝。我是伊利亚，我是安那在讲，伊是无路用的，无胆。就是伊虽然有命令遐450个把那个神的台解开，啊去。基顺的客比从450个计先低落解体，阿姑伊利亚呐，亚亚先别亚伊个王婆，啊伊利亚就开始走，因为亚先别家讲你吼，今仔日个中间啊，即一两日个中间，你特别无生意，伊利亚走去倒位，走去东亚。啊，行起这个路，啊，后来伊利亚呐，巴托了，无米通食，哎，就安尼倒咧困。啊，有天使来给拍伊个肩头，讲伊利亚伊人，伊利亚起来。啊，伊看到底下有饼，啊，底下有水，伊就食，啉，然后伊就搁困，啊，搁来，搁。那个天使佫解拍伊个肩头，讲伊厉害伊啊，起来吃，啊伊起来佫吃，啊佫啉，讲对迄个食物佮迄个水吼，互伊开啦，行40日40暝，啊去到火烈山遐，啊去到遐，伊厉害，特别创啥物，就是上帝要甲伊讲话，啊上帝要甲伊讲话时阵啊呐，上起头。有大风，啊，迄、那个风真大，啊，石头声差不多叫伊隔离遐尼大，那是上帝无伫遐。啊，过来，伊遐看到讲有迄个地震，着个真厉害，上帝嘛无伫遐。啊，过来讲有火，啊，将四周逐项甲伊烧。我上帝嘛无伫遐，到上落尾，上帝伫倒位，伫迄个细小寡微细声的内底，上帝伫迄个内底，表示啥物？讲伫风风烈烈的内底吼，上帝无一定要甲你帮忙，无一定要甲你点。上帝是伫你安静的时，伫你祈祷的时，还是讲伫你伫。无力、无困难的时阵，无气势的时阵，上帝要来甲你讲话，要来应你。伊利亚对安尼听到上帝的声，这下拢是在表示讲，伊利亚本毋是有困难的，本毋是亲像战争的勇士，本。毋是亲像人伫讲诶，迄个化水诶简单迄款诶有困难，伊本来也是甲咱同款是普通诶人，都是上帝诶恩典，上帝诶恩典，互伊一世人吊车尾，啊，得到上帝大诶困难甲恩典。特别我今仔日爱甲咱参加。记伫咱个头脑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6节，底下迄个圣经个话，
而且希伯来书讲，讲所以咱就好呾就近稳定的座位，享受怜悯，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保障。咱倒转来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伊教会互人定死伫十字架顶面，啊，伊有两点的作用，一个就是伊做这事献这物，搁一点就是安那，伊本身做这物做油膏献了上帝，所以伫这个希伯来第4章16节底下在讲，咱有一个这事，伊知影咱所有的迄个软弱。啊！带咱在唱的圣诗，讲伊知咱心的软弱，啊！伊就是这世经过遐侪侪款的软弱、艰难，啊是侪侪的迄个困难，总是伊无对安尼就失落去，啊！伊哪里伊虽然是。伊也是这时做事，伊也是这面，就是从亲像一个油膏，讲你看上帝的油膏，就是担当咱世间人的罪。这个耶稣基督，伊献伊家己本身伫十字架顶面替咱祈祷，啊，予咱有迄个会当入去伫天里的迄款的大的福气甲恩典。这个耶稣今天在给咱招，在给咱呼叫，讲恁来就近稳定的座前。哎，稳定的座前就是亲像一个地段，恁做恁个，做恁来，做恁爬起。那亲像迄个伊利亚所拄到迄个火车，我火车来到这，那你起来。你通得到稳定，啊，迄、那个稳定，互你得到，啊，伫遐会当得到一世人及时的帮助。咱有这个大的稳定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伊做这事头，伊做这事，伊也做这样的这面。啊，为着咱的罪，予咱有，予咱有迄个机会，通来上迄个车。我都常常在讲，啊，足奇怪，古早都迄个火车，迄个火车，啊是伫迄个列王期的时代火车。我这个70年前以前哦，我真正逐日迄阵。在去做中学生，在通凤园甲台中，拢是真正坐火车。啊，恁遮个坐一人，毋捌有坐着火车的经验无？今仔就无搁看迄火车。咱在讲火车，总是迄毋是火车，火车是哪？较早迄个火车啊，火车头足大个，啊，火车头拢是啥？底水啊，甲底火土。啊，火炭安尼，足侪火炭啊，火炭，迄个塞火车的人吼，将迄火炭固着就讲，迄落去伫咧火内底，啊，迄、那个叫做火车，上帝的火车，是亲像迄个直升机，会震动的，压火，啊，我坐的火车是迄个人在掀迄个火车。今仔日无过迄个火车啦，今仔日个火车，我想咱大家都爱会记得是耶稣基督要予咱的迄个稳定的车，咱就起来，咱好大就甲爬起，好大就甲坐落去，
在迄个上帝恩典的座前，咱就要得到迄个永远的福气、永远的活命，啊，甲永远甲主撒甲地的迄个恩典。你万一虽然检查到调回肠胃，不过你那会当入去，你的福气就真大。上帝祝福，甲你一世人三岁，三个祈祷。